浩文又来了，每次有美女出现，就在那边耍帅，然后妹就全部被他把走了，。I'm a big guy，that's why 女儿还出来泡妞，人渣。哎，我还没结婚呢，哪来的女儿？妈咪告诉我，这个人就是我的爸爸。你妈咪谁呀？玉芳。爸爸。不要乱喊，不是你爸爸，你女儿啊，他不是我女儿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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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不要叫我爸爸。那我要叫你什么？文哥。文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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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哥
们都不是。那你完成的就是我的愿望。可是你的愿望也有我啊，所以也是我的愿望。像我这样的女人，你觉得不好吗？妈妈想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：你踩着一个人的影子的话，那个人就不会走远了，一辈子都会和你在一起。